道终于突破70万订阅大关啦。那么接下来呢，我也会遵守我的承诺，送出 iPhone 11 Pro 来回馈给你们。你们现在只需要确保已经订阅了我的频道，并且打开了小铃铛，还有追踪了我和 Cherry 的 Instagram， 之后我就会从中挑出幸运儿，把这个 iPhone 11 Pro 送出去啦。所以我们继续看影片呗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元。今天又有坏坏的想法了。现在的时间已经是凌晨3点多，然后你看我穿到这样子，就是我们刚刚从外面回来啦。然后我突然间灵机一动，又有这个坏坏的想法。因为这个 content 呢，在大概9个月前，其实我已经拍过了，但是我现在事隔了9个月多之后呢，我相信 Cherry 他已经放下了这个戒心，所以我觉得这一次我又想要再 try 他的反应会是如何。因为我相信你们看标题都知道我今天是要做什么嘛，对，我今天就是要跟他要求做运动。我相信这一次的成功率会比上一次的高。等一下我会偷偷把相机依旧我们每次的计划，我会偷偷把相机藏在，可能我这是藏在那边的角落，或者是藏在这边的角落，我不懂了。等一下我再看我在哪里。然后等一下上来之后，我就会一连串的向他提出那个要求，并且引诱他。所以话不多说，我们先去 set camp， 因为我相信他很有可能随时就会跑上来。Let's go。然后呢，为了提高跟上次的不一样的东西啦，所以我决定这一次我向他要求的时候，如果他不愿意的话，我就会假装向他发脾气。假装向他发脾气，如果他不愿意的话，我会假装向他发脾气，然后看他会用什么反应来这样子的一个状况。OK， 我先去 set camera。OK。我把相机放在这一边，然后接下来我们要做的就是等 Cherry 进来这个房。你调戏我啊你啊！所以我们就坐等他出现吧。也能够一千年以后。哎呦，来玩鸟哦！你的妈咪也是来玩鸟，妈咪你来玩鸟没？啊？这就是讲今天有故事啊！什么故事？有故事吗？什么故事？今天可以有故事吗？什么故事？就是来一点 activity 的。运动一下，要吗？我去关灯，营造那个浪漫的气氛。
来完了我们就有故事了嘛，对不对？你觉得是不是呢？累啊，不行啊。你笑什么啊？不可以笑吗？可以。可以吗？你可以跟我运动吗？我的要玩我的脚，我的脚过来，上来。今天这样有mood，可是我没有mood吧？先算了哦。这样子可以开心的吗？辛苦不要。每次这样啊，有mood的时候就不要。还有，不要mood，开心。不懂 steam。OK 啦 ，OK 啦。开眼睛啦，不可以开眼睛。我可以偷看吗？不可以。我现在做什么都好，你都不要开眼睛。你的 form 跳换很快，你该不要，然后你现在又给我情绪。女生是善变的吗？有时候你都懂的啦，要的时候突然就不要。所以你现在怎么嘞？所以现在你关眼睛，你不要动啊。我关了。OK。你手不要动我，你手不要动我，你动我就不爽了。我没有安全感的那种。难道你等下要换一套性感睡衣？没有，我现在在你身上就是做一些东西，情趣上的东西。种草莓。对，还是草莓。没有啦，不算是草莓。哎，你不要讲。快点啊！等一下。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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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动，
不要动，动了就不爽了。所以我还要再弄。什么鬼？你没有觉得好像凉凉这样的？我觉得很香哎。很香啊，这样就对了哦。你等下就会很有风了的。所以现在，你开眼睛。还有，你怎么？你不要每次这样哎，哈，一直要做我、啊，我 cam 都不懂哪对嘛，我每次都不是用这 cam 啊。所以你从什么时候开始看到的？你从什么时候开始看到？你要拍几次这个东西？哎，第二次报哎。你不要来这样突然的东西，我真是不懂要怎样的，你懂吗？所以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看到？我也不知道，我刚刚运动了，你就给我要求要这个用。我讲笑吧，我又不是真的要，我不是真的要啊！你这样累，真的假？所以就讲。草莓哦，这个就是你的草莓哦，所以这个是人工草莓耶、yeah, 所以我又失败了啊，失败了啊，你努力了，你每次做我的话我一定做给你，这样我讲啊，如果没有 cam 的话你会，你不要问我你不要问我no OK， 所以今天事隔了九个月，我拍这个考验你朋友的 XX Part 2又宣告了失败啦，所以我希望我的第三次不会有第三次了。什么？没有第三次？没有第三次啊？你可以，不是可以，是不要。OK， 我觉得这个气氛真的有点尴尬了，给他搞到很尴尬了，因为我的 aspect 真的不是这样子，然后他突然间变成这样子的结局，变成我有点手忙脚乱，所以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结束啦。然后我们结束了这个影片过后，我们就真的是要做运动了。I mean 做 abs 这样子，做 abs 线。做 abs 运动吗？运动快啊，关了运动。OK， 我要去运动了。今天影片到这边结束啦，拜拜，我们下集见。我的抢劫我，拜拜。